各位同心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。这节课由我们新竹州竹北郡郡守刘月英刘郡守带来演讲，请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各位同事，大家晚安哈。食有饱，食有饱啊哈。我今仔要讲的是讲社会福利法啊，根据什么嘿？根据台湾民政府一个台湾基本法，哦，就好像香港的基本法，可是。我们这几天香港不是发现一些事情吗？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，那我们要搞清楚，不一样，哦，他已经失去机会，哦，以后秘书长有一本书《台湾战争史》第四册87页就有讲香港，他们已经失去机会，他们已经失去机会，因为按照联合国2758的一个决议文，住民可以自决，他已经失去机会。英国说要讲交还香港，还没有讲出来的时候，就应该这些人，因为香港人对政治很冷漠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救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对政治不能冷漠。我们的香港都是我们的捷径，一定要大家要积极。救自己的，好，哦，啊，既然讲说，那个基本法，我们有脑袋有没有想到，跟他圣经的呢，对吧？好，哦，这是一个我初步的秘书长交代我写这个的时候，初步一个构想。那这构想哈，哦，啊，大家慢慢的，当然他有一个成长的空间，也有改善的空间。啊，我可能。因为我比较安尼较近感啦哈，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性侵害的话就讲强奸的吼，我的看法是讲，有人讲啊，这个是目前呐，中华民国快乐是告诉乃论，其实应该要刑事刑事得罪了，唔能讲。这受逼害者过来，搁出面来告这个强奸者，吼，哦，安尼迄时阵，这个妇女，都第二次伤害、第三次伤害都有。刑事案件处理的话，这个都撇开了，这个就可以撇开了。所以大家来讨论这个法案，吼，哦。那讲法的时阵，刚刚。就讲了，我讲一个法律的话吼，都讲较比较严肃嘛吼。我就会讨论讲一寡迄落。以前我伫做保险公司20-30年吼，关系理赔、干会、什么发生什么代志啊，要安怎处理法的东西都是安尼。你要知道法才能够保护你。好，哦，一样，保险法你懂，你保险的时阵，你才知道懂得保护自己，哦，所以我简单我处理过一个案件哈，哦，啊一个朋友因呐就开一台车出门，我那聊聊那个甲老妈借的啦，跟他老妈讲说，老妈妈，我车子借出一个在这边哦。就出去开车，开个台车哦，无小心半暝哦，去弄到迄个油门吼，冲冠路边啊一个派出所有一个分局有无？头前伊个槟榔摊，啊，这槟榔摊是足久拢无人，吼，无人开啦，啊，拢规伫遐，啊，这伊那去弄到，啊，弄到唔知影一个流浪汉困伫内底，啊，伊那惊嘛，就走去觅伊啦。啊！报警察的时阵，就讲啊，有人靠一扶了屋了，我如果76年还足长的嘛吼，比较较显眼嘛吼。啊，报案的时阵，就咧一直摇，啊，这台车响的，结果啊，我客户就紧打电话给我讲，啊，到尾安怎？伊若唔来走对，可能我迄台车也无转来。我讲你紧找人，找人的时阵，我来甲讲，找着人哦，我来甲讲，你现在吼，你要等人家来抓啊，还是你要去自首？伊讲安那处理较好？
我讲你进去自首，好，去自首的时候，安那讲，自首的时候就讲啊，我因啊安那安那，我带你带伊来咯，诶，我的车嘛有去弄着，啊，我介意安那讲，你知？我有弄着，弄着迄个槟榔摊，啊，毋过我毋知影内面有人诶，吼，我毋知影内面有人，我有知影我袂安尼做。啊，我拍死拍死，而且又流浪汉。结果讲要赔一个150,000的时阵吼，哦，都有人出来领落啦吼。啊，假使无个150,000的时阵啊，敢那无人要提哦。好，我就讲一个例子说，你怎么说？哦，哎，变成讲你要懂得怎么说。啊，就解了一，或者肇事逃逸罪足重的，而且他现役军人呢。好，啊，所以讲。那懂一个法律是很重要的，哦，啊，所以我这个前言呢，就讲说，因为台湾这个土地平哦，这个土地咱69年来使用的中华民国的法律，啊，这法律到底适不适用我们？其实它的宪法里面有没有属于台湾澎湖这块土地，是没有的。所以他这个法不能用在我们身上，可是他用了骗我们用了69年，所以他的法是保护他，啊，我们要遵守他，所以我们是被奴隶的一方。按讲起来就是这样，假民主了，哦。那边说这个我们要怎么去破除这个东西？啊，就讲咱的思想，咱的思考，69年来都中国儒家思想了。所以我这里有写到说，儒家思想不是有一个吗？为小人以女子难养也，哎，是就拍天啊呢哈，哦，小人跟女子难养啊，男人是不是从女性从生出来的嘛哈，哦？所以变成说男尊女卑，那是很在这个时代是真的。你看我日本，我们母国那个明治维新，那时候就虽然是女孩子没有出来工作，可是男孩子出来说那是很拼命的哦。对一个雇主就是一个雇主，他可以照顾到家庭的，所以明治维新下来，这个国家是很强盛的，哦，足强的，哦，啊，因为是幕府时代后面有一个藩主。萨尔某个一个藩主是重用伊藤博文，哦，那明治维新就是这样子。那是结果这几年就是那时阵最近的发生的代志，灵异事，哦，我讲我甲朋友讲无代志啦，李朝谦没有事啊，啊赖素如我说没事啊，啊你怎么知道都没事？哎呦。分赃均匀都没事，这样我说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破除中国那种思想，为什么买官卖官？那是清朝是叫，哎，康熙不管讲雍正都一样哦，啊，不要说他很强盛，都是买官卖官，哎，唔捌你买最官丢嘞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不要自卑哈。我们现在台湾人一定要有充实自己，哦，那要读书，啊，那卡早咱无读，所以被人骗69年，所以今仔日开始大家爱读书。读书什么？有咱有人哦，有一个知识，都有个力量。哦，你有那个知识，你就有那个力量，你就有那个信心，所以咱免惊，哦，早期。咱会记得讲，早期迄女性，假使要从政的话，是不是都要还有保障名额嘛？较早，吼，哦，所以迄是对女性一个侮辱，吼，哦。啊，这都是它的框架里面就在这里，甚至清朝还有缠足的，记得这回事吗？有一些那阿祖啊，迄代拢，啊，而且我也是很。我今年我60几岁，我到前年哈，看这个思想儒家思想要不要改？我到前年我才知道哈，我当怎样讲？我第三阿妈死的呢，
阮阿公娶三个某，第三个某就是阮阿嬷。阮老爸三岁，老爸就死。啊，掌权的当时什么人？大嬷。所以吼、哦，分着三分的南土产哦，啊，做到靠爸啊，啊，是毋是？南土产有做产的拢知影。所以这教育，自细汉就是一个框架。所以我们三妻四妾足多，哦，这实现现在社会嘛是有啊，啊那小三啊、小四啊，我还小五嘞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们要尊重一夫一妻制，哦，我最欣赏的一个州，美国犹他州，他是真的一夫一妻。很幸福过着生活，当然他堕胎是违法的，好，那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欧洲美国的一个思想思考模式，男尊女卑这个部分我们绝对要剔除掉，好，那有一个尊重，带有一个安全的家庭，好，用从教育家庭教育儿童教育开始。那台湾呢？即马目前啦，有隔代教育，哦，阿嬷疼孙，阿公疼孙，结果生啊背天啊，足侪啊！很多年轻人现在不养小孩啊，小狗、小猫养一堆啊，哦，够足足照顾哦。我再想想，这个人走在街上，我想想他爸爸妈妈，他有没有这样照顾？我怀疑啦，啊，希望有啦哈。所以我们要改除这种教育的方式，哦。那因为落来，咱就是讲，恁即马目前中华民国有一个社会局，社会局伊即马目前嘛是对起关区当设置个家庭教育中心。伊就负责迄落婚前婚后心理諮商，哦，啊，你即查甫查某感慨跟对方交往的时候，他那里面有专线，你去进行心理諮商的时候，哎，你适不适合婚姻生活？哦，你的 EQ 管理是怎样？家己爱考虑，哦，因为咱阵娶人的娶一个查某囡仔，娶咱回来。那不是娶回来，给你做查某囡仔哦，好，我们这个在中国是有这种思想，在国外是没有这种，欧美是没有这种思想啊，哦，我们要尊重，赶快，那有的人就是安尼，放下一个家庭，就是说母亲这边的，就是娘家这边全部断绝关系，跟夫妻先生这边的关系。别说一个家庭，两个家庭的合作，就是结婚为一体的，或者是说男生去女方那边住，都是有一种隔阂。那教育起来，以前少年的现在22K、23K，哦，那以后那个这个部分我们会以后在经济方面的时候，我们会谈到这个东西。啊，所以变成讲，有个人不爱行善，安尼现在越来越多咯，哦，为什么？伊家己都根本袂饱，而且我们人讲贫贱百事哀，对不对？无止到地，冤家扭嘴是足多啊。所以啊，搁是大人，搁有一个观念讲，从尾头怕到，搁从尾到后。啊，有时候真的，啊，曾经咨商过一个妇女，伊甲我讲，我都想要自杀，你甲我讲卖离婚，我嘛惊一个呢。伊讲我强要自杀咯，你搁叫我卖离婚，咱大家拢劝和嘛。所以这个东西让他自己决定。哦，啊，你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大家来
沟通，夫妻沟通、家庭沟通都很好。欸，你茫讲娶一个新妇来，你都要安那招待，迄唔当。啊，当做查某囝来听，嘛是好啊，何乐而不为？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这幼童的成长要怎样子一个很好的环境？所以隔代教育并无讲足好个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小孩子你不知道他的个性，哦，像我像三个小孩子吼。哦拢我家己做啊，哦，我无上班，家己做啊，所以我知道他的个性，哦，啊，他也从小的时候，他也是蛮聪明的，有时候他阿妈去拜土地公，啊，阿妈都一时时念讲啥，伊讲阿妈，你即马讲台语，欸，土地公啊，土地公阿伯哦，无一定讲客话英文呢，伊讲听有，所以这种习俗啊，它是一种求助，也可以这样讲啦，自我安慰啦。讲咱摕一个水果来拜，十个九个，毋是求财富，就求平安嘛吼。讲普遍拢安尼，所以我们要有一种观念，小孩子毋是咱的财产，吼，小孩子是。整体国家社会的财产，个自然法则一个生存权，小孩子他生出来就有生存权，也有人权。包括今天我们没有人权，为什么？没国籍啊，所以你没有人权，你不知道啊。好，所以讲到台湾人没有人权，其实我十几年前，我一个朋友在中国做生意，他为了一个纠纷，甲哥啊，酒店欢迎的时阵。哎，国电欢迎，我讲，跟你安那讲呢？你台湾人没有国籍，你跟我告什么？你才讲到呢，这不是国籍，无这是啥？他还搞不懂哎，回来跟我讲，我也搞不懂啊。明明是中华民国啊，怎么会没有国籍？是不是？我们都这样认定嘛？哦，所以这个我们人有人权，国有国主权。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告诉各位。记得几年前不是一个雷曼兄弟联动债吗？现在大家手头上的东西都要留着，因为其实雷曼兄弟美国是有资助资金，而且他现在已经开始赚钱了。当初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，香港、新加坡几乎走上街头，那个银行全部赔出来哦。台湾就没有啊，没有那么幸运哦。哦，很多银行在卖哦，很多人了掉不了，差不多有400亿台湾。你就是因为没有主权，没有人会跟你要。这样懂得自己要争取主权了没有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新加坡它的主权基金在世界上，或者说那个。杜拜有一个什么阿酋王国，他们主权期到处乱赚钱呢。他们有国家尊严呐，他们有主权呐，你没有哎。所以你台湾即马目前6000亿摕去中国，歹势哈，伊是赚4%，恁赚3%，结果人工贬值，你脑损，安尼听有啦哈。所以小孩子不是国家的，不是个人的财产，是国家的财产。所以变成说他有损害的时候，那一定要公权力介入。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家暴的防治。那以上资料我是参考，现在目前呢哈，那个性骚扰部分、性侵害的部分，性侵害以后我们要是不是要刑事？刚才我有讲到，还有长期照顾、幼儿托育的部分，女性公共的参与，
民华的热线，这是目前中华民国的部分。那以后我们要真的是多头马车了。家福中心，哦，就是你们社会人士、善心人士啊，无论狮子会啦，哈，还有狮子会，还有什么福润社，有时候是儿童联盟啊，世界展望会，世界展望这个这是怪胎耶，哦，拿很多届的，像921的钱还在他那里，921的钱还在他那边都没有用，有可能有部分啦，像中时、中视、TVBS， 每一家新闻、每一家电台都有募集啊，钱哪里去了？你搞不清楚啊。所以这些以后他会用在哪里？没一个法律去规定啦，干那讲基金会、经费、财团法人，啊，你家己就好啊，就像瓷器一样，你机器。哎，他怎么用？没有一个账册哎。私人怎么用也不知道啊。所以以后这个东西，我们要怎么来看待？我们有真的有改善的空间哦，我们要改善它哦。你们有要以后有碰到人，可以跟他检讨这个事情呢、啊，我们一起来哦，来参加民政府初级班、高级班哦，来大家来参与。那现在我们谈到那个家暴，家暴部分，这个真的，我第一时间你，哦，那出鼻刀有啥物较大声哈、哦？我这个我可以讲我一个例子哈、哦。暑假我常常的在阮孙去游泳池游泳啦，啊，有一摆讲伊要转来时阵要上网。哦，伊要上网络，网络呢，拿一个平板电脑都要上网络。结果吼、哦，我无爱上网络，哎、欸，甲我相拍呢。我阿家迄沙发上，我甲拍甲装。伊安怎讲？阿妈，我要打电话报警。阿妈打我屁股。哎、欸，他懂得保护，他懂得保护。所以阿翔，这个部分，所以我们。要怎样来处理？哦，十个小时一定要有。十个小时，你即使三更半夜，第二天十二小时都已经天亮了嘛，哈，工作人员都可以上班了嘛，哈。十二小时内一定要介入。当然，当时有要需要就医的话，警察就可以送医了嘛。啊，打人的也可以在派出所待一天，待个晚上了嘛，哈。那以后这个部分。哦，所以安抚也很重要了哈、哦，啊，就医安置，建立口单资料，啊，甲记录起来。即马这是拍几摆，验伤单要争取，我们要替女性争取。啊，女性蛮戆戆啊，啊，我不会过啦，哦，要保护自己。我觉得男女都一样，啊，保护家己，袂使诶，你是爸母生呢。伊嘛因爸母生的啦，大家不用这样子，用沟通的，金钱上的沟通或者精神上的沟通都可以沟通，吼、哦。啊，有的爸母嘛是，你是咱是外家厝，啊，可能囝婿迄边较有钱，咱的这边就啊一直要甲对方哦，你的查某囝生活以后无好过呢，咱啊甲考虑这点，蛮多的。蛮多这种状况的。那有时候小孩子这个部分，哦，家暴的话，妇女跟18岁以下小�孩一定要有3次记录或几次记录，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看要怎么来处理啊、哦，分级啊，法律该诉讼，你方要诉讼的话，就该诉讼就诉讼嘛，哦，啊，家庭以后那。我这里有一个寄养，家扶中心目前有一个寄养中心，啊、哦，他就是说这个家庭，假如是，哦，这个夫妻人不错，可能家庭经济也很好，
老婆学历 也不错，那小孩子只有一个两个啊，都上学了啊，这个有能力，我寄养你在这边的话，现在家扶中心给寄养家庭是15000生活费，哦，现在目前是这样子，哦，啊，以后咱定偌济，你用物价指数来处理，物价指数有一个公式嘛，哈，一个小孩子的生活费会这样子。那妇女呢，我们就说，她假如没有就业的，我们赶快跟她找一个工作，啊，那么就足侪工课，哦，我们会有很多工作，诶，过下路扫好清洁，树啊剪好啊，最高清好清洁，拢工课啦，无拢工课，哦，啊，当然心理复健也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往往一个女孩子离婚过后，她马上踏入另外一个家庭的可能性很高。那个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，根本就不能踏入另外一个家庭，这个都要心理諮商，能让她安静平静的时候，对她自己有信心的时候，才能够再走入另外一个婚姻，哦，啊，假如她不要的话，也不要勉强，啊，当然假如是说男孩子，欸，他也有财产，啊，可是他这个小孩子为了挽留女性，很多为了挽留女性，我孩子也不要给你了，啊，母亲就会舍不得那个小孩子就没离婚还是怎样，可是这个男的有经济，我们也可以说，那你这样子，小孩子女孩子去抚养，男孩子你自己拿出来要抚养，因为结婚男女双方都有责任养小孩子，不可避免的就是要养到他18岁，美国是这样子，美国从小学到高中，那我们学会，哦，我们学一下，国外很多，现在金门，哦，几年前小学到高中都不用钱，我们所以我们是次等国民吧，哦，所以有的人是真的可以去求证，哎，而且也有人招我呢，讲65岁说15000啊，招我去啊，我敢袂使，我台湾人呢，嘿，有人招我啦，哦，福利很好，你看，所以咱的对心肝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妇女假如说生产过后呢，我们要一个食物的补贴，目前美国也是食物补贴，哦，补贴到3岁，当然一样，他我下面会讲育婴的部分，哦，那怀孕初期的话就是要给营养手册，哦，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东西都很多人都不是实在要生啦，不过未生。这部分，我们要从预防医学的部分来看呢，哈。那鼓励，当然我们尽量鼓励喂母乳啦，好啊，配方的牛奶的奶粉的广告尽量减少，哦，卖好来尽量自己哺乳啊，卖。卖讲拢提便的，哦，所以这个育婴假的设施，现在美国是这样子，哦，从出生到3岁，伊的假期有三个月，休养假有3个月，三个月要到小孩子，哈，哦，三岁有一个育婴假，中华民国的育婴假是7年。哎，你在下午写给谁看的啦？好，哦，因为不可能，好，哦，不可能这样做。那个小孩子哈，哦，人格一个发展，要怎么这个小孩子比较优秀？好，哦，情绪管理好不好？个性好不好？从父母一定要亲自带领1岁到6岁最好，你爱甲带，
你要跟他互动，他才有安全感，安全感他会产生自信，学习能力会比较好。为因啊，基因上有时候很多，现在也生蛮多，最近这几年啊，自闭症啊什么蛮多的哦。那都因为基因上的问题呢，还是说在夫妻那个晚上就那么发生的时候，是不是好不好，我也有点怀疑有没有这个原因哦。是有科学家有讲这个，一切都很顺的时候，那个小孩是个性是很好的，个性不好的有蛮多原因的，我们不能也不要片面之词来去断定他怎样子，孕假他正常的话，我们都给他三年，当然十五天以前他就可以申请生待产了啦。那这个三个月是休养假，就是给全薪，弄全薪啦。假如有其他状况的话，另当别论，那就是九十天的休养假。那是万一死胎了，那就休养假三十天就没了，就要工作了哈。那假如一切正常的话，到满三岁的话，休养假一满，他要开始上班，在家上班。美国也是在就近，因为其实现在公司很多是客服，客服中心就可以拉到他家去了，有没有？在你要出门的时阵，领导的电话，家人打电话找你啊，你嘛，哎呀，姐姐，会到你的手头，手机啊，对吧？那就很适合这个生产的女性去做，就拉到她家去，因为这公司的所有作业你很清楚嘛，也不会脱节，上半天，哦，那上半天的话就电脑作业为主啊，哦，假如没有，你也可以就近制图啊什么的，你家里也可以做啊，假如是制图方面的，都可以家里做。那孕假在私部门的话，就是说企业，他可能会考虑纳雇啊。当然，我们政府会有帮助他成就这个伟大的使命呐。那讲呐，伟大的使命，企业主雇用女性，他有权责。其实，一个职场的平男女性的 balance 就是平衡。也很重要，哦，有的告诉这间公司拢是大波的吼，这也不太好呢。为什么？告诉拢阿伯结婚，大概我五点、六点，我跟他约会了，吹炸女性，这是一种人类发展史必然的现象啊！吼，安尼我大概无反对嘛，吼，没有反对嘛。自然现象啊，刚的就找母的，母的找刚的啦。所以你这个磁场里面，刚母的公母吼，我是讲到丑陋，拍谁啊？有一个平衡点，女性、男性的表现都很突出啊。所以这个孕假两年九个月呢，这也可以也可以限定不一定女性哦。所以小孩子可以放在家里。男性说啊，我先生较低，吼，我也喜欢小孩子，男性也可以充当这个工作啊，跟小孩子互动，一起成长，这个小孩子以后的个性，我相信会比丢给保姆、丢给谁、父母都好得多了，哦，那小孩子有人讲。出席的时阵，有较巧的爸母就讲，头一个照书养，第二个照猪养，有这种，真的就是有一种诚信，因为你小孩子的部分哦，你小的时候有在你的怀抱里面成长的话，尤其喝母奶的小孩子，个性比较温和，这我应该确定安尼讲，
哦，你可以去统计一下，市场调查一下。所以这个私部门的话，这个多吃住半薪呢，它可以类似它捐款的话，是不是捐给什么部门？捐给什么部门可以扣抵税啊？哎，这个部分我就可以这样处理，哦，给你扣结账以后，总 total 盈余扣掉，给你结税，会比你扣奖费用的话会比较好。费用按有开过公司的人就知道这个账要怎么做。啊，长期照顾就是说一个整个社区，现在社区有很多社会大学，哦，都有一些善心人士，因为退休了嘛，哈，英英没带子嘛，啊，他就来教你电脑啊，老人家来，哎，上社区大学，就是说假日啊，学校反正电脑师都空着嘛，哈，啊，就有一个社区大学。有人接触的人举手，有社区大学上过课的人，掐牙手，有哈，也有一些成长课程嘛哈，对，家庭教育中心也有一些成长课程，所以我们上这些课，第一也是可以去在家里的时候发酵，为什么？你沟通的能力会增强，会好话一句话，话讲，效果是不一样的。口气，你讲话口气好一点的时候，我有点，老公，我车坏掉了，要怎么样子？sorry， 明仔载我要买一台。啊，就讲，我车坏去了，明仔载你要买一台给我，口气两个拢无同了，所以。这个都要终身去学习，跟所以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，最好的方式，第一个有老友嘛，第二个要有老伴，第三个要有什么老本啊，所以这种东西我们绝对要终身学习。我现在也退休了，可是各位你想得到吗？我哦，房租五六间在收呢。为什么？我之前有充分这个知识去投资套房，所以我房租有通收，所以我现在请岁岁游山万岁，这样可以吧？哎，你就是要投资。哦，我们学习，老了也可以学习投资啊，嘿，而我去美国修去玩三个月，回来，银行多出200万，我发100万，这样可以吗？哈，所以终身学习，赶快，今天我们来上课也是学习，啊，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讲，你没有学习，你脑袋没有东西，所以我一句话，穷。脑袋等于穷口袋。那现在我们终身学习的话，是现在目前大学蛮多的嘛，全台湾现在大学很多，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很多的大学是没有兴趣在教学这部分哦，在兴趣是什么？学电嘛，哈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炒地皮。你有没有看到每一个学校都设在都很大的地方，有山有水嘛，哈。以后招生不足倒闭，换一下负责人，炒地皮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这个部分以后，因为中国。是我们邻居嘛，哈，因为我们招生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向他招生呢。以后我们的语言是什么？英文跟日文的话，还是那在假如大学一个学会，假如我们台湾人，因为我们有纳税啊，
对不对？三万块注册费的话，你中国来，来来来，6万块，哎，让那些学校赚钱了、啊。为什么？他们最怕的就是说，他们英文不懂，日文不懂。其实英文学英文，我觉得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我假如年轻20岁，我一定去学开飞机。为什么？那飞机上面全部英文字嘛，哈。好，这个部分未成年怀孕，现在中华民国只做到，就是关怀之家。好，那以后我们要记得，关怀之家以后可以设一个单口，就是认养机构。好，那安置，当然他学校就会通报关怀之家，包括被强奸有小孩子的，好，都可以来这里安置待产，向社会局申请资源。那这个部分当然也要辅导啦，收养啊、也有人经济也不错啊，想收养小孩子就找这个单位，好，找这个单位做法律。我们绝对要去掉中国那种不孝有三啊，无后为大嘛，哈。现在我再问各位，同不同意？啊，不同意嘛，哈。啊，我看举手好了，几票？你是赞成要有后代？不一定。来，你呢？一定要有后代。中国思想，哎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？现在我的观念哦，绝对不一样。我小孩子他学校毕业，我就不管他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要在我找老娘找钱。为什么？你要自己去打拼。我从小我的小孩子教育是犹太教育，你们压抑吧。所以我小孩子现在比我有钱，是真的。他买国外的东西啊，等着他增值啊，他英文溜溜起啊，他跑日本，哎，刚刚召开，哎，没急吗？可是他跑一趟日本，可能哎，最近又要去日本投资房地产。其实311的时候，我叫两个朋友去投资房地产，一个店面200平，现在租金是快40万台币，而且那个房地产才多少，3000多万，我也是讲台币。你，我们是不是都失去那个机会？有没有？在东京啊。所以妇女假如碰到有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要怎样，即使你心里伤，就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生命线，有885专线、社会局专线，要设这个专线，就是说一些女孩子不便于跟父母开口，但是我怀孕了，还没结婚，后言妹，对不对？一时一块，搞出这么一桶那么大的篓子，真的要旁边陌生人帮他，不要让他很无助。啊，有的父母，不是呢，可是听到囡仔安尼哦，啊，点都怕，不会怕嘛哈？不会讲这头疼，我就去给拜托啊，谁要收养？所以现在收养。几乎都说怎么样抱他重生，就是假如我跟我先生没有小孩子啊，我收养一个小孩子来的时候，抱我两个人出生啊，这是什么伪造文书吧，哈，对不对？我们绝对不要那种观念。所以无后为大啊，这样很多人是没后的，可是他
抱怨很多小孩子都不是他的，可是那个小孩子他有成就的时候，父母就是一个成就。所以我们常常碰到外国人抚养我们小孩子的时候，大的时候回来找啊，找父母啊，这有什么？我们要试出我们自己的，要怎样？你有那个爱，你有那个爱心，就彻底一点，不要一点爱我死嘛，现在也没有了嘛，哈，对不对？要存母性也可以嘛，母亲的性也可以嘛。其实性不是很重要，哎，你在这个生长过程中，而且年老的过程中，你的快乐是最重要的，你的快乐是最重要的，哦。那这个问题也是兜头马车啦。我们要是说有一个办法，是说成立一个，哦，是幼儿园呢，还是怎样子？我们这个都可以来商榷的嘛，就是说要看大家怎么处理。啊，这个都是我们周边朋友的事，也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的事，哦，啊，要让我们这个台湾目前教育方面从教育起说我们，欸，要，我觉得我还是有日本精神呢。为什么？我去到日本，哦，我觉得很有安全感。我去到美国并不见得呢，因为日本，哦，尤其我去那个利川合掌部落，有谁去过合掌部落？利川白川嘛，那个前面水沟就可以养鳟鱼啊，养鳟鱼啊，啊，伊一家一家哦，一个较宽忙啊，细只会走过，大只白蛇闻到的。啊，你有没有喂？有喂的话，小鱼都会到你家啊。哦，啊，所以，比如说我们以后社会就是说要和谐。蛮公，出比那以前我们其实都一个亲戚资源是很大的，为亲家哥在啊欠着钱，讲啊借啊借我一个哈，都可以。那现在我自己都袂当过，我无多啊，大家都忙。我有时候我出去发那个传单，哦，很多人都告诉我说啊，有吃大王，有嘴大王吃啦。啊，我讲起来一句嘛对啦，哦，啊，可是，哎，欸，我讲你去台北看看呢，一大早你去台北那个中正纪念堂跟那个什么去看看，哎，欸，早上是打太极拳，嗯啊，下午呢下午茶，啊，晚，欸，一年出国几趟回来，口袋还是麦克啊，那谁嘴呢 BBC 当那茶嘴，我们被奴役不知道，不是骗很大吗？真的全世界没有人，台湾人真的次等国民又次等国民，一个笑人呢。马英九不是讲把你当人看吗？我当下听到那句话，真的我哭。我坦白跟你们讲，我哭。我们台湾人为什么要受这种罪？我十几年前买一本书被出卖台湾，我从头看到尾就是哭，所以我很怀疑我是228那时候出生的。 I was born 1950， 我出生在1950年，我本来是要移民的啊，回来台湾是替我们的后代打拼这一块。因为我哥哥读法律的，看到秘书长这本书以后，他说：“我台湾人生下这条路，我拔掉了。”
所以我们要抽丝剥茧，我们要找一些跟我们同心的人，我们要找一些有同一个台湾心的人来斗阵，把这个中华民国赶走。我只要这样子，只要这样子，中华民国赶走以后，我们台湾人要大家起爱心，把这块土地弄得有声有色，麦光红，因为反正你美国来占领多久无所谓啊，像波多黎克这样子，家和肥肥，家和腿腿，不是很好吗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不是有台湾民政府老年年就65岁有800块，800块现在换算也24000嘛哈，不无小补哎。手头较闲的人，咱唔免看是谁退嘛哈。啊，有时候咱来佚佗，1500块，咱来2天1游，可以啊，对不对？那最刚，我常常看到那个60、70岁还在街上这样子 Q 你坐。他们现在收入很差，我10几年前就打电话给慈济，我不骗你，我骂，开口就骂，我说你们捡那个叫一些师兄师姐扣你做，因为我一个朋友的伊爱也因啊聊聊有问题，佮娶一个越南的某。还阁开袂少钱，啊，扣你纸在饲只孙，啊，因某伊做工课，无唔对，啊，阮只两个孙阿嬷，实际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收入还有一还有三轮车嘛，一卡骨人嘛，还有4、5万块，实际出来的时候剩下10000不到，常常爱去共抢。啊，有时候拜托这些街上的，就是说商店啊，有比较有纸箱、大纸箱的，就或者工地啊，水泥袋啊、钢铁啊，我这也塞扣的，我呢扣啊，你扣不要紧。常常带我公司收那个礼状的人，都，安怎？我都会4点半叫他来。我就整栋大楼，国泰嘛，我在国泰服务了，整栋大楼全部收就给他。我常常就4点半你就来，因为我5点就要下班了，整栋大楼都给他。啊，那自从慈济收以后，他就每况愈下。我知道他的情形了。好，啊，这个其实国家要做不是吗？为什么没有做？人家出国去大陆、去中国，半年回来，银行有很多钱呢。去农总看医生，不用挂号费呢。啊，拿一个药，回去中国还可以卖钱。啊，这个健保，我们又二代健保，因啊安尼。要赚2分薪水、3分薪水，迄离婚的、第三分的，你也要甲扣健保费？所以即摆算计讲，你们真的没有良心。所以我跟朋友讲，你再选的话，你就不是我的朋友。真的，都是他们的利益，不是我们的利益。其实这件事情，蔡英文我有寄资料给他，他选总统我捐钱很多为什么？本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一无丢的时阵，我忧郁症半年，是真的。好，那现在我讲这个最后一个家庭收入的减少，为什么讲这个？这个英国在日本都有这个东西，这是一个万一离婚或者先生或老婆有伤痛的时候，
病痛的时候，或者死病死亡、疾病死亡，或者是意外死亡，对这个家庭要伸以援手。这个在英国也是一个前坑，可说是一个前坑，所以我没有写固定的数字，当然用物价指数算的话是可以算出来。所以这个家庭就是说要做一个补贴，让他生活过得去。免讲有啊，查某人佮娶一个两个囡仔，佮要找工课，佮唔知通住无吼？我们就设一个看，设一个什么一个机构，让这些人过渡时期住在这里啊，小孩子上学，有饭吃啊，女性要去工作，那到实在的，我赞成。每一个人只要有工作能力的人都要工作，年老的话你要休息，怎么休息都没关系，除非你有病痛，那应当 回事、哦、那国家要 做以补贴。那当然要辅导他们的就业，父亲或者母亲的就业。普通现在台湾也很多人去什么二度就业，很多人去开经营车嘛，经营车目前，以前我们没有，现在经营车还好吧。可是你投期款干什么？那些你假如要就业的话，你当然也要找一些点给他们，让他们有生意做，哦，告诉他们一些方法。所以我脑子里有想，最近发生那个收油，啊，回收油出问题，其实我们社区哈，就可以自己来处理，不用去街上买那些东西。我们附近不是有一些猪肉摊商吗？啊，猪哦，迄天我买一只猪啊，安尼一百块，一大包，自己咸了一趟，用很久哎，我很少用油，我尽量用干煎啊，有一种干煎锅嘛，那1-2千块干煎锅。啊、不要油，皮鱼也都不用杀、啊、炒菜也不用水，盖下去拿来盐巴，加一点胡椒粉，很好吃，吃原味。哦，卖尽量卖用油，这个油对我们身体是很不好的。哦，尤其你过胖的话，很多东西糖尿病呢又来了。刚才我听那位前辈哈，就讲说老了要养生，真的有。我退休后，我女儿就只有给我讲一句话：你家己身体你顾好，我不爱睬你啊。我对，没，你顾家己的，你顾你自己的小孩子，你要顾你自己的工作，这样就好了。老妈子你不用顾，我很照顾我自己身体。我是觉悟，我是吃药吃到瘫掉以后，我绝不吃药，快十年，现在不卖快一些，有啦，看牙齿，那没办法的，身体很好，就是一口烂牙，没办法。以前哦，没什么吃，那什么，泡泡芝麻，那芝麻在补呢，很香的哦。岁寒的时阵哦，你看看那个先拜一直点头，连那个橄榄籽啊，哦，搁个堆，哦对啊，啊你也加点哦。所以这个补贴的部分是小孩子的部分哦，家庭收入的时候补贴政策是小孩子，每周还要发他多少钱？因为美国、澳洲、英国。所有老人政策那些先补贴都是周放周，周薪，哦，嘿，对，都周薪。澳洲我记得一个人200块美金，台那个澳币200，然后固定星期四发，所以星期四他的商店就开得比较晚，啊，平常他们商店跟日本一样啊，很多国家现在商店百货公司都到6点嘛，对，以后记得这个可以考虑实施。为什么？
公司一个经营边际效益很重要，因为什么？咱今嘛来看吼，平常时上班的时阵，你报迄公司电完 B 游那个游客啦吼，消费者搁较侪，一间安尼拎几几安尼，唔知要创啥，所以它的边际效益是很不好的。但日本没有六点，六点你得爱紧走。啊，你要买物件六点进就爱去，这成一个什么？以后我们店就没有浪费那么多，所以我们的辉和家园是有办法办到的，对不对？以后我们从这边去节省，那一方面风力是可以办到的哦。现在风力那个都是一个条案，大概滨海公路走那一个，你知影几块？你知道？那机啊？意义哦，对对，拢知影。有人讲2000万，我做给你，还比那个好。所以这个补贴就是离婚嘛，分居的，就所以我们现在统的减下来，所以我们要认养小孩子的时候要找哪里？或者关怀之家，所以我们记得，我们有一些以后，我们以前有啊，少年的无私嘛哈，啊，你就鼓励他去报养一个，那不一定要是报你出生的啦，还没有意义。我们要打破这个中国文化思想，所以这个文化思想在害我们台湾人很多。为什么？你要臣服他。他定的法律你要臣服他，这个我们观念就好像以前的黑奴政策嘛，君不君臣不臣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，死死的跟他领导的领导都没死，你看要换一个罪，斩九族吧，九族啊。所以他们讲台湾有中国人，你给他骗笑，没有了啦，都改名换姓的，招我们在招对起了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，我们以后这个社会要祥和的话，你不能一个头家贪足侪钱的时阵，你真的要有那种犹太人赚钱哦，他们赚钱为什么很会赚钱？你来给他做工作，你来给他做工作，你要投资，你技术投进来，大家分，你有钱我也有钱，我也比较轻松，因为技术你出嘛。签一个契约，他们都契约，他们社区里面有什么事情的话都不用去法院，他们一个叫拉比，因为拉比就是一个很有尊严，就是参与安呢有年纪有学术修养，他会判断是非，他们结婚就这样，社区就解决了，是吧？所以他们是很祥和，就是说，现在以色列也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以色列现在他也是社区经济啊，女孩子都不用去工作，就在社区里面做服务，有能力要出去上班的人去上班，你小孩子我生一个，对不对？你生一个对不对？你的我来照顾，你去上班，这样我可以获得你给我的金钱，我的小孩子，我的家庭，我又照顾到。他们社区已经弄到这样子，生个一个女孩子，一个家庭主妇，除了照顾自己小孩子，照顾别人小孩子，而且一年还可以拿快100万，多余的，吃住都在那边了。讲共产。也可以啊，啊，可是共产又有一点，没有，不是很祥和啦，啊，有的是会变质，逃的人会提较多，啊，这个不是他们都有账册的，所以他虽然占的以色列有谁去过，他几乎是80%都沙漠吧，他有一个滴灌的那个。技术嘛，
以后我们也那个简很简单，以后我们可以来做。现在有科学园区有几个老板啊，去做那个生产那个芽菜，一个设备安尼3000万，几年台北就几样。我们都以后我们的生产农产品，我跟你讲，政府用平台，电脑平台，你下个月你家就六点对吧哈？你要开始办了，你就po上网，政府的这个网，看到人上网去买，你就打黑猫嘛哈，还是什么宅急便啊？我订单偌济，包装加水寄入来了。你不用，那个合作运销合作社呀，全台湾县运销所向的嘴，您知不？向个亲家的嘴，你们不知道啊？王金平，什么活？他干预立法院的工作呢？几乎都他们的天下。国宾团，你不用给他赚，我们就国宾团来，你家己谈。啊，较适合伊的，对吧？你在网络上买的话，较适合我就好啊。哦，社区啊，啊，你们社区也联络起来。我买一箱啊，啊，你分几斤啊？联运会大家切切，有物件通食，小可好食。以后菜也是，什么都是，就这样子，冰冻了就鱼的冰冻，你都可以宰几遍。啊，网络，现在中国阿里巴巴赚得很有钱呢，好。所以，我今天讲的这个是最后的，就是说家庭的补贴政策，这个真的很大的漏洞。政府要做，要一个很好的规划，免得财务一个噩梦。英国检讨。改来改去，没日本也一样，都改来改去了哈。那日本这几年也是他也是财政并不是很好，好在就好在他们有一个老人家有一个本，老人家本，你不能老会要死去啊！你怎样？他背后银行存款多少？知道人举手。哪位啊？啊，哪位啊？死去啦！哦，他银行存款，有没台币7000万？我死去个才无偌济，100万头笑。所以有一个人身体无好，有时阵开，身体修好。无钱通开，对不对？钱在银行，对啊。啊，所以这种调解还是要，我们不要有留说要留财产给子女那种观念，这是中国很不好的思想。你看，比尔盖茨，你知影一老因查某囝，伊一个查某囝尔，老伊偌济只来？你赚过了千亿嘛？哈，美金吗？2000万美金，没有房子，你自己去赚。犹太人这样子啊，你家己去赚，他的钱就是全部都是救助国家社会。美国有很多那个，美国很多艺术馆嘛。啊，什么钢铁大王啊，什么烟草大王，很多很多那个古堡啊，都捐给国家，啊，国家在收什么？收门票啊，啊，都整理得很好啊，为什么他们自己不保有？那要花钱的呢。啊，他们收钱对他们是一个侮辱，所以我就是丢给你国家，你可以去看很多很多那种。
我去很多，连莫内的志向画什么我都看过，那都是一些什么烟草大碗、钢铁大碗，还有 Hunting Center 嘛，哈，有很多在加州，都很多，像比斯尼也是啊，他也是很有钱，几乎都是到后来都是给国家，那不会留给子女、啊，留给子女少之又少，所以比尔盖茨几千亿美金，老查某囝两千万，那两千万足多哦，在咱讲吼。阿姑在跟他爸爸对比，所以那小孩子会希望，诶，阮阿妈较早就讲，常常骂阮老爸，人吼爱希望较好啦，你袂希望吼，我老国较侪财产嘛无好啦，啊，是真的，花也会习惯，勤俭嘛会习惯。那、啊、你适当的用，适当的投资，哎、欸，源源不绝。你投资什么？投资你脑袋啊！去上课很好，我曾经上一节课，上两天课程，5万块。投资理财啊，5万块、欸。可是后来也赚不少钱了、啊。一样，我们现在也是在投资哎、欸。我们当作投资，你要翻身，你要不要投资？就这样子，至少民政府有一个工作嘛，哈，有没有工作？我们年纪大，可能也没办法哦。那做什么工？哎，至少大家了1000块美金，嘛袂歹啊。啊，另外嘛，打电话，哎，奶奶，我去恁家泡茶，我来炸，哎，炸什么茶啊？哎，今天我咧爱食什么茶？顶回你讲高山茶对不？哎、欸，今嘛得刷就袂歹。我们是这样，不是很祥和吗？让年轻人去奋斗，我们不要让，因为年轻人哦、喔，参温万一呢？6月1号退伍，6月4号去上班，在台积电呢。我三个小孩子，很多人说我要开班授徒。我说啊，那这样我要评估评估，要收钱了。为什么？我三个小孩子，我两个男生都是博士毕业，一个硕士毕业，女孩子硕士毕业。我那老大有去美国，哎，那我也是投资哎，对不对？他去美国，我投资啊。啊，小孩子，我那个老幺现在在日本大学教书啊，所以。我要拼这一块，为什么？拼这一块是为了我们的后代。为什么？这是华里走，只有这条路。我们所以以后我们回去哈，可能有的人讲，请大家不要丢太多资料给人家，丢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让他产生好奇。啊，有时候我在清华大学发传单的时候。我发那个传单是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啊，刚好碰到大中国留学生嘛，我第一看，对啊，金片子嘛，我知道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、啊，你们台湾人不知道而已，所以我们笨不笨呢、啊？你说我们笨吗？真的，讲起来是。时不以我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是时间、趋势都是我们掌控，我们要好好的掌控。啊，你对于这今天这样子讲，你们有没有比较好的 idea？ 没关系，提出来。剩下6分钟。有没有学美国？也可以学其他国家。哎呀，他来就是。
对啊，我小姑的小孩子读到硕士吧，哎，竟然72万贷款呢，是不是预估嘞？我小姑还要缴税耶，他们没有缴税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对啊，来，家庭补助应该 OK 嘛哈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这个钱要怎么来？到时候，哦，我们再来，哦，托育的部分，到6岁上学嘛哈，三岁以后，现在国小、国中都空教室很多嘛，哈。哎，要租那个，因为其实公家的话，我们就不用租嘛，也可以租给私人企业说啊，你学校、你工厂没有那么宽，我们就可以来设置托幼所，哦，就3岁到6岁的，嘿，那有一些没有工作的，你去受训，社会局受训，幼保科，要怎样管理？哎，跟小孩子玩，玩就好，不要教他什么，好，哦。一个概念，哦，啊，教他一些概念。师资当然用社会局统，教育部也是可以拨嘛，因为现在教育部也蛮多，幼保科也很多那个社工系的，啊，这些人都可以投入这个工作。啊，企业主当然我们是尽量采鼓励的方式，我们不要让他说。哦，我跟他请打波诶，哦，我们可以用一些沟通的方式跟他讲。那以后我们的企业应该是要调高我们的薪水，调高本土人薪水。那个外企的话，可能要偷钩，跟美国一样，美国偷钩的。假如你是外企人士还没有绿卡的话，你在餐厅打工可能10块钱，可是他们加州人民小孩子去打工的话，可能20块，啊，小费另外有小费的，餐厅是另外有给小费的，那小费的话，那是另外一个薪水嘛，所以他们偷工的话，会保障我们自己的小孩啊，好，要偷工，啊，中国学生来要不要健保？不要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大家记起来，叫一些人来参与啦，好，跟你们一样优秀的人来参悟咱这个台湾民进户，好，尽量。当然，刚开始你讲，他会吓一跳。啊，像我人家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兴奋3天睡不着，欢喜呀，真的高兴的3天睡不着。终于台湾人要出头。然后回过头来看这个，就这个是收养嘛，所以就不要有那种观念，就是说一定要从自己所生。啊，那少年你听吼，啊，即使是他别人生的，我们来跟刚修刚听，我们也有成就感呐，啊。要打破那种儒家思想观念，很不好。全世界哈，那么多国家哈，独独中国人最不守法，是吧？不守法，想被修法的是伊，因为很多听台商很多故事，是真的啊。我自己也亲身经验一件事情，火险，哎，一共一波钱呢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竟然说。这个火险要赔的时候，因为他业务要拿，保险费要拿，拿一半哦，50%哦，我们50%哦，赔的时候全部我们赔呢，他不赔呢，他给你赌一股没钱。外国公司也是傻掉了，我们也是透过外国的经纪公司进去的，拿这个 case 的，我气得跳脚，怎么沟通都。啊，你企业不是打你，
啊，这公司已经烧了，我们要赔多少？公证公司已经去评估了，我们要赔多少？保险公司要赔多少钱？我们要赔出来啊！他说他没钱啊。对啊，我跟英国一个在香港成立的一个分公司赔掉了。台湾就是星光产物，那个 case 我拿给星光产物的。所以我们回顾这样子的话，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打破那种儒家思想，都不要用。哦，我们回归一个我们台湾本土的一个日本精神的教育，上重要。哎，日本的那些学生，我去参观他们学校，他们自己煮饭，自己洗碗，自己。学生要自己处理，人家来，他又自己穿得好好，还真敬礼，可以用餐的，他来吃，他也吃饭。对。从教育的现在老师家好像家庭教育也不好。家庭教育不好，学生教育也不好。老师教学生留了那路就到北部，北部以外，你怎么跑啊？怕我有孙。只有谁是那个电视里面的资讯，太乱了。现在有很多那个网络上的一些暴力那种。我爱让找我孙上网，就是很多暴力的东西。我不爱上网。哦，叫我小怕小妹呢，还讲我打他屁股，他还是要报警。他知道保护自己呀、啊。哎。对，因为现在都是一般都没经过社会，都是直接从学校出来就上，就在现在不止啊，有毒品呐、啊，有毒品呐、啊，学校有毒品呐、啊，哦，我们的这个、哦，我们来努力啦，不然咱以后，因为我娘家在美浓嘛，也很多吸毒的。这个海关是大有问题的，每一个海关都在贪污了。我只能告诉你这样，因为那几天我一个朋友是调查局的，做到副座，他说这个案件全部送到法院都没有效。好，那以上我下课了，可以吗？嗯，谢谢。